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都说女人是水做的，其实有些男人也一样。看一个人电影久了，你的习惯或多或少会受他的影响，尤其在寂寞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一样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什么东西上面都会有个日期，秋刀鱼会过期，凤梨罐头会过期，连保鲜纸都会过期。你开始怀疑那些消失了的岁月，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，看得到，抓不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？如果记忆是一部电影的话，千回百转，一悲一喜，你会希望这部电影是没有时间性的，因为结束的太早或太晚都是不行的，感受也会是不同的。每个人都会坚持自己的信念，在别人来看是浪费时间，你却觉得这很重要。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叶先生，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